被杀，表面上是个更夫，可实际上是神捕司的暗探。神捕司的暗探，一刀抹喉，干净利落。这一定是千仞杀手所为。看来他们已经猜到我是假冒的，知道你没有痊愈，开始向神捕司发难。那次大战过后，千仞的余孽并未除尽，我选了神捕司。 六名身手了得的禁卫做暗探，去寻找他们的藏匿之地。死去的更夫就是其中之一。他们的身份，除了我、小白，还有陈峰，其他三人都不知道。有人叛变。敌人在暗，我们在明。陈峰，你速速去调查一番，还有告诉其他暗探。是。 暗探叛变，你们俩速速现身神捕司。等一下，此次案件中唐子怡比较可疑，你们两个要小心一些。走。 大人，沈捕头，你们回来了，让你们担心了。李承信，沈君夜，这两天你们到底去哪儿了？我都快担心死了。李承信，你不认识我了？去。哦，对了，那个秦心到底有什么秘密啊？快告诉我。他是一个杀手，来自千刃。他是千刃的杀手？你知道千仞？ 当然，京畿道最厉害的杀手组织，无视王法，手段凶残，能逃过他们刺杀的人屈指可数。唐子义，你不能再待在神捕司了。为什么？千仞的人已经对神捕司的人下手，你留在这里很危险。我不怕。再说了，神捕司现在要跟千仞开战，这么刺激的事儿，怎么能少得了我呀？唐子义，你武力低微。 留下来是想给我们增加麻烦吗？我武功确实不行，但我好歹是个侯爷啊，人脉广，总有一天能用到我的。李承器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听从你的安排，绝对不会拖你们的后腿。哎，李承器，神医，李承器。 成器的近身侍卫，怎么如此不小心？根夫也是你杀的。<laughs> 没错，还有你。刀上有毒。哈 <laughs>，<laughs> 大人，我已经吩咐下去了，让他们严加防范。嗯。卫青。 香儿去哪儿了？香儿，她不是早上去买东西了吗？还没回来。没有，我在后院找不到她。会不会出事了？千仞现在盯上了神捕司，对香儿下手的可能性非常大。香儿未必会有事，不过唐子怡说的对，千仞随时可能会对神捕司的人下手。不行，我要去找他。我和你一起去。 香儿说，来西市买点银耳。分头找，唐子怡，你和魏青一起去找。嗯、好。菊，我们去那边吧。姑娘，你瞧瞧这一串。香儿。香儿。啊、干嘛？抱歉，认错人了。 香<星>儿，香、嗯、<哼 S 1> 儿。